咱两人注定也着一支小雨伞。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结婚的话，我是160万的。达云阳秀慧伞下勾手被直击，宪哥共结婚喊包120万。哎呦，竟然是真的啦！最新神仙眷侣，他一笑抓到喽！日前开玩笑认爱的白云 and 杨秀慧，不到24小时就宣告分手。25号，他们录制同一场节目，又被宪哥审助攻，量化要是结婚就包120万哦。宪哥包给我的红包比我公公包的还多，大概这样子了。天啊！哦呦，这让秀慧姐心痒痒，赶紧破文请示军师，你们说我要拼一把吗？然后嘞，大家直接在留言区撮合结了。那姐，世纪婚礼办起来就可以退休了，可以啦，隔天再离婚嘛。而不晓得当晚在伞下，两位考虑的怎么样嘞？顺顺利利的走下去，好吧？谢谢老板，谢谢。白云哥也不会再结婚的啦，不打了过。真的？嗯。不一定的，我如果找到结婚，那就说好了。因为我钱比较多了。秀姐，你现在找的男人要真的要小心，是不是只贪你的钱？其实你说话我使使弄个你，你考虑看看，你哪好嘞？你过来考虑，白云要跟他结婚，我都不爱啊！你看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拄啊已经答应许志豪结婚了啦。阿廖，哇！直播拢讲啊，嘿，对啦，我还为着伊的钱啊。对啊，你看，他冇在海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咱就开播阿济啦。你开播阿济？好，卖开玩笑哈。好啦，你看。要吹成那弦呢？弦，你那通灵啊弦！哎呦！带我转身之后，慢慢一个来开啊啦！营养师啊！干你屁事啊！干你屁事啊！你看我这样有没有缺乏什么营养？没有，你唯一一个缺点啊，就是还在呼吸啊！你也吵得温秋会死的，你起来看到？哎呦，吵啊吵啊吵！卖不动啦，卖不开啊啦！抓你家第时间，我你为多你来解决。我讲啦，我老是这样的啦。啊，你这红着，哎，你嘛解决红的，你莫安尼讲啊。不是，迄就免红啦，迄就咱足低调的人，你是红要创啥啦？低调，低调过于海边，低调过于到顶吃饭，你配笑。靠，吃饭袂使啊，你老是阿无食饲料啊。今天有一个求婚戏码啦，真的，先布置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哪一个厅？请晴天，我先布置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叫我公司布置一下。地主清香同花盖，九品莲华献得开，献花拜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中间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，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，被他